从哪一这个位置到了？完蛋了，直落！完蛋了！这没有人想得到他会在这个位置啊！我觉得这把能量，目前这雪球跑的是要走，哇，他完蛋！这能走得掉？小心打！哇，不够细的这个玉翔，再往前点，追不到底，你退不掉，拉不干净，没办法。看来是要结束了，谁开？奶玉，还是没有人挡得住他。追击战，闪电狼的这个阵容是强项啊！